他的宙斯应该不用全图鉴都十吧？哦，宝可梦图鉴的完成，我的图鉴哦，混沌图鉴，嗯哼，去与所有的宝可梦相遇，哦，我达成目标了，然后就抓阿尔宙斯啊，天冠山神奥神殿。你也要跟着去吗？我、哦、没有，没有要去。嗯哼，那留着检查图鉴。哦，与所有的宝可梦相遇，并在神奥神殿的祭坛吹奏笛子。那我现在图鉴是237哦。那个啥来着？幻兽没有？谢米达克莱伊北欧。一直记错名字，我看一下。这名字好难记啊，马纳菲菲欧娜。好、哦，那四只没有，也是可以去抓阿尔宙斯的啦。谢米跟达克莱伊是要跟之前的存档联动才有副任务。之前诶。剑盾跟真钻吗？我、哦、不是很确定，反正联动会有任务可以解完就拿到这两只幻兽的。诶、欸、还是他们也算神兽啊？达克莱伊。哦，诶、欸、我那个那个标都不用改，直接拿来用。诶、欸、不对啊。直接去路好了，这个往上跑的路，飞的比较麻烦。哎、欸，我飞喊下来了，这是电击魔兽。诶、欸，不是这里吗？这个洞啊。诶、欸，所以我那个标的地方还是不对的。哇，我来了阿尔宙斯，这个应该没有设尾吧，不然会有很多人留在天冠山上面下不来。然后这个全图鉴不知道能不能用传的，用交换的，有一个人有所有的宝可梦之后，疯狂传送，诶、欸、怎么存档去了？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我玩了快117个小时了，好吧，实际上应该不用那么久啊。我要跑去弄一些有的没的，哦，对哦，调查，吹奏天界之笛，上次吹图鉴没有完成。出现了奇怪的阶梯，光之阶梯。喂，外套被阶梯吓到，掉到地上了。然后就。拿阿尔宙斯的吗？啊，这个我有看过人家打的，然后应该是可以接关的吧？目标打掉一格血，我没有要挑战不接关。诶、欸、地震！我的，这时候地震。我打阿尔宙斯的时候地震，这样对吗？等下是不是越震越大？
好像停了，还是我自己在震。